受湖南农学院的委托，我们专家组对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3U1号杂交水稻进行现场的验收。药田亩产干谷折算899.0公斤，2号田车产干谷925.8公斤，3号田车产908.7公斤，3秋田算术平均数亩产是911.7公斤。好，谢谢大家。